我是王俊凯，来自重庆。我是王源，来自重庆。因为我们两个人从小都很喜欢唱歌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用他的可爱加上我的帅，可以做上一个组合吗？想做一个 idol， 很合格的 idol， 是吧？是，我也是。多少泪水无措，多少汗水交错地坐着，赞誉嘲讽中拒绝。讲了比较不好听的话会难过吗？最开始的时候会，现在的话就已经看淡了。每次都是训练好很久之后去参赛，然后每次都会这样被刷下来，就是其实心中也是会有很多疑惑的，凭什么别人行我不行。唱完以后我就觉得掌声应该是最那个最响的一组吧，前面那些人掌声是然后我们就这样嗨啊。我们不过芸芸众生的普通，谢谢你们送这种耀眼的美梦，期盼不成翅膀般少年遨游，此生有幸细听你们再唱一首。你喜欢唱歌，喜欢音乐，很高兴你可以一路走下来。感谢你在过去每件小事上的坚持，现在的我才能够把自己写的歌唱给别人听，真的谢谢你，还好没有放弃。虽然现在的我没有过多的时间和自由空间去活动，但却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。有些人说跑东告上节目会很累吧，总之我从没觉得过，因为开始喜欢，除了学生身份还有另外一种身份的生活吧。走上这条路必定是艰苦的，但是成名后就是比较没有这么累，就先苦后甜了。自己走上这条路也是自己选择的，所以自己跳挖的坑自己挖挺好的。语言上的鼓励都没有，但是大家都是能感觉到那种。每一生的加油都是礼物，后面的路会更加艰难，那些困难要难好几倍。但是啊，你别怕，因为你也会遇到很多人，他们在看着你，陪着你长大。好好唱歌，好好长大，好好的长大，好好长大，好好长大。每位粉丝们都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然后打开的手电筒，和我们一起组成一片星海。谢谢。此生有幸细听你们再唱一首。一路走来也曾失落和难过。因为我们真的很想去冰岛看极光，他们说冰岛，最想去冰岛。对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上一些什么，我总希望未来回首再看，能浮现出让自己会心一妙的画面。